感谢小燕两个月的会员，哎，感谢加入，哎、欸，应该怎么？我怎么？感谢有点贵的包子啊，这样吗？早安啊！至于这个秋天，哦，这下雨了。好啦，我要继续来整这个了。想说这个正在私下慢慢玩，后来想想啊，还是开台用一下好了。晚点应该会再追回去吧。台中这里不知道几年没看过雨，怎么可能？之前才听台中那边雨下超大还是什么的。我知道，全台有雨，台中不一定有雨。可是那时候我记得就有听到说什么台中雨超大。我听到这句话，我可能台中几年没有雨，哎，是可能啊，但是有听过有下雨啊。欸、番茄，我好想安你哟、哦。不过最近是没有啦，对啊，欸、快了啦，因为清明节快到了啊。台风天不一定，台中还没有雨嘞。而且啥？我想一下哦。哎，有句话说清明时节雨纷纷啊，通常啊，端午节过后啊，就都是雨季了。哎，好累哦。男艾文要说我好想你，怎么可能？醒醒吧，男人，我的心都是安妮的样子了。男人醒醒，男人！嘟嘟，你看，我为了弄出彩虹的岛民，放了一大堆这个。
结果一直还是抽不到东西，最后我想说那就干脆全部都弄成那个全部都弄成那个压制的。哎，就是你今天看，你今天没保底啊，我就直接把卡池全部清掉，让他卡池只剩下这个东西，不错吧？不错吧？不过台中港风感觉很恐怖，港风是什么？不是啊，你们台中没有雨，但是有枪林弹雨，不是吗？不是路上随随便便就捡得到枪的，踩到子弹捡到枪吗？不是吗？还是这是我对台中的误解？第二案案，我应该没有误解吧？喵！我靠！喵！白痴！哎，我想说早上没有人，那突然有声音，白痴哦！哎，杰瑞。谁的地板呢、啊？有没有还没睡的啊？听听这些催眠的歌，赶快去睡吧。哦，然后我昨天晚上想说无聊来生个木木笑好了，结果我想说，看看什么时候会生到母的，我生了一箱完全没母的，然后生了第二箱，我跟安妮说我生了几只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生了45只都是公的，哎，笑死！这是很助眠，哎。它其实还有其他类似的游戏，有个是建海岛的，然后有建铁路的。可是我觉得那个自由性不大。虽然他会自己绑一些像地形吧，他会自己攀附在上面还是什么的，但我觉得自由度就还好。
看这边还有，哎、欸，快补完了，快补完了。嗯？我不行。你才刚睡醒，怎样？再去睡啊？刚睡醒就好好睡。欢迎安安，雨天安安。哎，下一季的光遇有一巴哎。你想直接毕业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通常我不是说过了吗？通常一季还好，一季好很好，一季还好，一季很好啊。像之前我回去玩的时候，重组季就被说是还好的季节啊。然后下一季就是飞翔季嘛。哎、欸，是吗？利恩是吗？重组再来飞翔吗？然后那时候就是重组季被说还好，就一大堆没有换那个火炬，就哭得半死。啊，飞翔季就是我直接毕业的季节啊。那飞翔再来是深渊季真的是还好的季节。哎，是小王子吧？啊！重组再来小王子，再来飞翔啊！然后深渊季结束后就是表演季啊，表演再来就是破碎季嘛。破碎季对我来说真的是还好，可是番茄不是超爱破碎季的。欸、如果他有松鼠尾巴，就叫安妮来玩了。你喜欢那件头棚，其他还好哦。欸、太亮跟我说一下，我调一下颜色啊。请问有差吗？有啊，差很多呢。换这个灰灰的啊，黄昏的颜色。干看不见呢，像，哎，这个，我其实有点想跟安妮拿账号哎、欸。就想说帮他跑一跑，帮他换个矮面，然后换个麻花头，嘿嘿，企图够明显的吧？啊，太远了啦，等一下啦，啊，离太远了。啊，不一定会玩啊，不是啊。啊，我没有养无意的话，可以养他，不是养吗？是帮他跑啊。
这样我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一直包他的分灵体了、欸。彩鸟安安 ，SL 跟安安，走啊走啊！你是不是在阻止我报安妮啊？好呀。到时候就变成你的小号了，哎。你知道没有第二个账号，还是没有别人的话，进格最底层我都已经懒得跑了、欸。然后没有杯杯冲上去的时候，靖格每次跑完第三层的时候，就想说啊，算了，回家了，回家回家。肩膀好酸，肩膀好酸呀！剩十二枚，阿米，小燕，拜拜！哎，靠腰，等一下啦！哎呀，真是的！今天全部弄完，大概也要三小时、两小时吧。完成，完成。OK。啊，小猪佩奇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我们的计划了，这只是第一步。哎，豆腐安安 ，Hello Hello， 啊，怎么那么早？哎，早安啊，豆腐。看看一下，放这里。嗯。哦，什么硬币？叶子。
你要去睡了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赶快休息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那时候听到说辛苦了这句话是上属对下属说的话，上司对下属说的话，所以千万不要对着你的上司讲说辛苦了这三个字，会有那个以下犯上的感觉。嘟噜，回家准备玩二零古堡四，他玩重置啊，白痴哦，现在就重置版，人家还在问说，现在就是重置版的时代啊，你还在那边？啊，利恩，哎，来开始我们的计划啦。哦，一个一个拉，真的是。等一下，我想到了，开大招，快点放大招。快点放大招。里面放什么？有这个哎、欸，这样拉，好酸哦！哦，好酸哦，手好酸哦。明天暗黑四，没有啦，暗黑四就练到二十等就好了啊。反正东西又不会继承，对不对？你估计下一句就打说是没错啦。你是想要狗狗啊？我想要安妮拿到狗狗啊！哎，借号啊？借什么号？他会借吗？你觉得他这个个性会借人吗？你下次你生日开视讯就是傲人双峰巨人型的，不可能。哎、欸，不可能。新东西欸，欸，土壤不要，欸，这好可爱哦，拍给安妮看。
什么？萤火。特别多的就算了啊。贝米安安，放这里，放这里，放这里，石头，放这里，放这里。看一下帐篷，啥？武装？哎、欸，没了。小多玛得哟，等一下，不，这里，这里，树。抱歉，这款什么呀？之前玩但没看懂。这款哦，这款就是看不懂的游戏啊。哎、欸，这款简单来讲就是，你投钱给这个火炉。然后火炉会随机给你东西，比如说我现在投的是就这个环境的硬币，那丢出来的东西都是这个环境，这个比如说我现在丢这个，现在丢这个叶子硬币，它会随机给这些东西，那但是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些就是放在账号上面的东西，就是不会再抽到了。所以我为了保底抽一样东西，我要把所有卡池的东西全部抽起来，懂吗？就是我现在有了这个，对不对？我就留着，因为我现在就是要这个东西。你看，我现在保底就是可以拿到这些东西了。哎，没错，我现在就是要这些东西。北七，我在干嘛？北七，北七，北七。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今天的角色池里面不会再有这只角色出现，所以这个很棒。哎、欸，这个很棒啊，这个超棒的。然后现在，因为我之前有这个计划，但这个计划要实施的话，要非常久时间。
嗨，咪咪。哎、欸，你跟我讲说这边全部我放了一大堆耶，也没有百分之百出啊。你看，还有一大堆补充的啊。你是不是骗我啊，咪咪？我想说，你跟我讲说，哎、欸，都是彩虹的。我想说，啊，为什么我不是全都是彩虹的？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还是明明你说谎，你对我说谎，这个咪咪搞我骗。还有助眠，对，那个他们半夜不睡觉，我就是玩这个给他们听。然后有几个真的挂台挂到睡着。然后这个很像硬币那个吧，储存罐的东西，它的作用就是储存罐，它可以让其他的硬币变成这个的硬币。也干不对哦，我以为我的这个够多哎。100块钱，变99。哇，要实施这个计划。可能有点辛苦欸。天哪、啊！我太高估我自己平时挂这个游戏的时长了，是不是？看看哦，嗯，银币应该可以啦。银币拿来投的话，哎，好，看一下哦，先把铜的。看看哦，到这个滚筒，可以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、喔，因为它有新增一些花啦，我现在要确定啊，核对一下这花是我拥有过的啊，拥有的，好。
嘟嘟。花开在太阳下。就哎，丢滚筒。哎，再丢太阳花。有了。啊、哦！出垃圾了，那、啊、你就在那边看着。嗯，好，现在就是换银币嘛，然后一样，就是再把银币的东西，哎呀呀呀，拉到这里，数量要好大哦，哎，要好多叶子硬币哦。嗯嗯嗯，开始。彩虹的白满也会出泥人。啊，你现在也是这样子做吗？垃圾是比中指的感觉，你说这个、喔？我看看哦、喔，哇，私下还是要一直挂着哎，天哪！放不完呢，有没有线上储值的地方？有没有商城？被猫安安，哎、欸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，各位好了，银币银币，操你妈！对不起，抱歉，下一次直接标妈出来。那这个东西就是表示说你东西已经抽到，已经卡池都空了，不能再给你东西了。没有，我刚刚就是怕说，嗯，应该是没有漏了吧？哎呀，爆粗口啊，反省。不小心的啦。然后我就想说把，因为现在铜币不需要了嘛，我就把铜币全部扔到这里面来。刚才七块钱，那这样就有这个硬币了。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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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了。哎，刚刚那句话，啊，白痴！等一下，我丢错了啦。哎、欸，这怎么回收？米米，这有办法回收吗？
米米是没办法回收了，是不是没办法回收了？米米，可以扔吗？我扔扔就没了哦。哎，算了，回收有啊，回收家具。对，我想到的就是这个了。分手应该体面，谁都不要说抱歉，何来亏欠？我敢给就敢心碎。丢错了啦！我想说奇怪，怎么丢下去全部会那么大？是 bug 吗？哎呀，哎呀！哎呀，小丑是我自己。来啊，现在又看到一大堆猪哦。哎，养猪猪喽，白痴哦。刚刚如果快速的 auto F 是不是还有救？但是我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大概过了三秒定律了。哎呀，啊，应该多放几个盘子的。要这么多猪干嘛？烦心，你有病啊！哎，好难过，你知道我很难过。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。有人啊，不。扔错位置了啦！给我进去啦！再扔啊！你再皮呀、啊？你再皮嘛？啊，繁星，啊不是很会扔啊，不是，哎呦，那你离我远一点。分手应该体面，谁都不嗯，难过到是唱这首歌，感受到我多难过了吧？气死！啊！祝我快乐，你是祝我跟安妮分手是不是？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不是应该要祝福我跟安妮吗？继续乱摘一张，哎呀！哎呀，看一下哦、喔，嗯，这边没东西了，看来住在这边比较快乐呢，小黑人们。金币九九，嗯。等一下，我记得他配方有变诶、欸。
灵币，你看这边这只有两个，可是为什么我的这边会多一个梯子啊？梯子是谁的啊？哦，农夫的哦，农夫的话。哎咻！它右键可以改形状，改什么形状？不是改位，不是改方向吗？不是改形状？哦，对，它右键可以改变形状。对谁右键？对番茄右键吗？啊？你是不是又讲错话了？看一下，洒水器变到这里，哎，超扯的，哎。啊，他有些东西变位置我都不知道，哎。好闷哦。你看啊，不然原本洒水器是这个位置，哎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我就不要洒水器，就放这里了。偷改配方啊！茶水变铜了，这是金啦，不是金啦，金克拉的金啦。嗯，我记得金色的东西特别多，哎，好了，我们和好吧，回来。一个。啊、哦！我怎么没有放里面？我怎么没有放这边？哎呦喂啊！小猪铺满不是铜，你要赌多少？这是金啊，这是铜啊。我那时候其实也很纳闷这件事情。这个是铜珠，看好，记好颜色哦。有没有？这才是铜珠，这才是金珠。
我那时候就也在直播上该这件事情啊。我说哪有这样子的。有换色的，嗯，没有吧？它原本是这个颜色啊，还是我们玩不一样的游戏了？我们又玩不一样的游戏了，看一下，啊，过来，下一个。下一个是作物的，好啦，我要开始分类了。嗯哼哼哼哼，我分这个就好啦。哇，现在可以这样拖，真的好方便哦。哎，好，来看看农产品，这个没有啊，还有多这个啦，这个超可爱的哎。然后稻草人有多一个，这个超可爱的哎，看 ，so cute。可是安妮不喜欢，收起来。姐姐不喜欢的东西，放里面。快蛮多的，什么东西快蛮多的？你是说多蛮多的吗？我喜欢蓝色蝴蝶的木头哦，快了快了，快可以看到了。哎，继续，在我们这边，来吧，我们再次和好。哎，好像可以耶啊，这样子。放这边，哎，三个应该够。好，哎喂，好，我们开始。铺满，红蓬铺满历险记，不是，我现在不能让自己笑，我现在让自己笑很痛苦，是因为那个肚子会痛嘛，因为练腹肌的问题。那再来是我嘴角，我不是说我嘴角那边裂开吗？我已经裂了好久都还没好。我都是奇怪的蔬菜，我看一下，芹菜根、甘蓝、萝卜。红蓬铺满历险记，你很幽默耶，凡旭。哎、欸，我、哦、看我没有放哦。我操！哎呦，好可爱哦！丢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色？我也同一个。
哦，蓝色的这个、哦、啊，他们有什么用吗？蝴蝶有什么用吗？装饰？就装饰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有的，还有什么金的蔬菜？等一下、哦，这个放先放里面，再放一个进去。警察，还差一个蝴蝶，哎、欸，少一个袋子。还是强迫症？白色的巴德弗莱，哎，是要变垃圾了，好，垃圾人，垃圾人。等一下，移过来，移过来，移过来。噔噔，再养一只蝴蝶好了。好了。好喂好喂，嗨，杰克，啊，你玩的怎样？挂整晚呢、欸、你。当然不知道怎么量产。这样啊，我现在这个啦，可是我还没有，我还没满啦，所以再弄这个，好好好。你该不会是整晚开着连点吧？
再来是水的，不是他有些换位置，我真的好不爽。已经摆好了，因为他换位置，搞得我好烦躁。硬币放在几率台 UP 会出彩色的哦。对，因为米米跟我说的，我聊天是那个观众。你看我这边，而且他硬币台，不，他这个台子上只能放火，不，只能放那个彩虹硬币，他不能放其他的，他不能放其他硬币放不上。你看哦，这样要挖铜币吗？可以耶。对不起，啊，可是放上去要干嘛？啊，我为什么上次我放一般的放不上去啊？哦，所以我放叶子的上去也可以，叶子 up 是不是？叶子加倍，试试看，放一个。还没抽到赌博、哦，你说这个、哦，这个吗？不是哦，我那时候抽了30个彩虹硬币吧，我30个彩虹硬币用到这几个而已啊。你花瓶币几率很低，我就放上去了。哦，这样子哦。啊，水的我记得超少的啊，看一下。水的。啊，确实少，多一样而已。他为什么要把洒水器从这边移到金的啊？还是不懂。然后炼金失败什么炼金？你说这个吗？还是他有新的图鉴？你可以抽复制袋，复制袋又是什么？不是，你说这个啊、喔？这个我要丢什么进去？丢这个垃圾人吗？垃圾人。丢这个土偶进去就好了吗？哦，然后突然变好黑哦。随便，有机会抽到东西是不是？只要失败就能。哎呦，我刚好这边有批不错的小猪哦。哎、欸，猪你好大哦，猪！哦，来，石头，然后嘞，再丢下去。你看图鉴。哦，啊，怎么上次没有解锁？白痴哦！啊，还有什么吗？我还有什么图鉴没开吗？哦，新的哦，哦，难怪。你看、啊，这彩虹币很有感吧？来，我们继续。
肩膀好酸哦、喔！哎、欸、靠，我没放到。继续下。OK。哦，蜻蜓，好几个颜色啊？嗯，两个。早安，早安，这是什么标题有？这个是 G A R D E N G A L A X Y， 这个很休闲啦，你应该有兴趣。哎、欸，维尼，你有没有看到下一季的那个光遇的小熊猫的尾巴、欸？哎，红色。好了，垃圾人要出来了，叫人家垃圾人，然后吃广告听不到，好。WMENN， 哎，来来来，大鱼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！哇，我已经整理了一个小时了哦。你看，我就说这个整理不完吧。你看这个规模，这个工厂，再看看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了，养眼一下。哎，舒服啊！好舒服，好舒服。我们考虑下个季要不要买票？露出这个尾巴，你知道我故意分享，就是给那些已经弃坑的那些，像黑糖他们说，你看下一季有尾巴，要不要回来玩了啊？啊，就是给黑糖他们看的。那、啊、黑糖偶尔会上线啊，只是真的比较没有空。看一下，我再来再等看一下哦、喔，在哪里？哎、欸、呀、啊，那个意志的嘞，我在想我要抽这个好，还是要抽那个很像火盆的在哪里啊？嗯，那个你的票依旧剩下来，可是这次买那个商城东西有送机票，所以下一次大家会送来送去啊。哦，它樱花是花瓶的哦，哎、欸，好看耶，我以为樱花是彩虹的。来花瓶，花瓶，花瓶。嗯，来，我们下一个，下一个来到了仙人掌，仙人掌。收彩虹可以顺便收集其他币的家具，没有，我就是
我就是不知道哪个硬币是哪个家具的东西啊。我现在就是要全部摆上去嘛。像今天我要开始建岛的时候，我就是不用去抽了嘛，不用再一个一个摆上去了。今天可能我就说啊，我要泥土啊，我就把泥土摘下来，然后开始抽，抽够了之后我再摆回去。因为这个其实之前我那时候还在玩的时候就想那样干，可是想想哎，那时候硬币缺一定缺很凶，就没有这样干了，懂吗？好，沙漠。米米，你懂吗？米米，哎呦，离开啦！怎么蜻蜓飞来这边啊？噔噔，看一下，这个放这里。我都分得出来，我图鉴一下就找到了啊！我没办法，人老了，你知道吗？当你活到了快40岁，你再回来开这款游戏，也不是哎、欸，好像也不能这样讲。嗯，让你回来这边。嗯，好了，一群乞丐。叫你嘛，对，就是叫你。你这乞丐还比我有钱的乞丐，你这个乞丐钱还比我多。哪有哪没有哪没有，你昧着良心说，昧着你摸着良心说，还是你是在讲啥小语无伦次了呢。嗯，沙漠仙人掌，球形仙人掌，仙人掌，仙人掌。Hello， 这是什么币？球形状，球形仙人掌。良心你早就没了，你知道良心没了赚更多钱吗？啊，铁轨是他哦，
等下，那我这边有个铁轨，我这是黑的哎、欸。可以叠，地毯，诶、欸，诶、欸，黑色铁轨。有了有了，哇！不是，啊，不对呢。这沙漠比我想象的还要多。那个，哈哈哈哈哈！啊，还有哎、欸，我、哦、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下一个，哎，公园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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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这里。来来来，哎，叹个气呀、啊！喂，哦，喂喂喂喂，垃圾桶。温收汤。啊，都放这边。高了。
等一下。哈，原来是你家的哦、喔，那什么时候多出来的？干嘛啦？哎呀，干吓到我了呢！我以为我丢到铜币，你知道吗？相机啊，这能干嘛？哦，哦，哦。懂了，哎呀呀呀呀呀！嗯，哇吼，五虎白色的。哎、欸，白色的好看哎、欸。嗯，嗯嗯。还有一把伞。看，你又是谁？看。公园那么多盆栽要干嘛？卡相机。哎，不对，我这边没有哎，进来。血魂连装八倍断了，摔得痛吗？有很痛吗？呦呦，有了有了，呦，哇，还那么多哦。来下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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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猩猩，黑色猩猩。一件黑色毛衣。哎呦，嗯，好像我没有困扰了、欸，看到营地这么多个，
哎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这个青蛙啊，好像有点多。水罐、萤火虫、萤火。间谍哦，间谍哦，也是不够哎，椅子，好像很简单哎，星星，我丢什么进去？其实等一下，我丢什么进去啊？白痴！哎，多了两个弃婴啊！哎呦喂啊！笑死！然后不知道繁星刚刚有没有看到，就是你刚刚丢进大锅出来的时候可以再练，有机会点金。没有欸，我没看到欸。所以我要继续练它咯。好啊。白痴。来问就是没看到啊！啊，好了，我们即将接近尾声了，但还没。我们的宏伟计划啊，怎么能这么轻易就结束嘞？喵！我们还有一大堆，为什么下面有银币啊？会不会有间谍？等一下，为什么会藏钱？送银币耶，这么好、喔。这个确定是免费可以玩的齁。好，下一个。花园。花园，花哎，我真的很喜欢花园的东西耶。花瓶、玫瑰、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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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开始。波子，你在这里。哎，小朋友在哭了。
小朋友在哭了。啊，有樱花。嘟嘟。欸？对不起，叫的好像没见过世面一样，抱歉抱歉抱歉。没见过世面啊，繁星。有了。那这个樱花就只是装饰吗？我看它这个图哦，掉樱花是不是？啊，喜欢耶、欸、掉枫叶的是哪一个啊？这个啊，还记得，还记得。不满存满了，但是你丢的硬币有多一咪咪，面额不足，给你硬币或铜币。是确定这样？西雅安安 ，Hello， 人家叫西罗雅，西罗雅安安呐、啊。嗯，刚刚丢什么？啊，花园。哎。来了，我们即将抵达最后的终点了。哎，还有啦，看看推车，啊，小孩又在哭，又在哭，又在哭了。哎，真的哎，有补哎，不行哦。你知道我那时候啊，有一次吃麦当劳的那个苹果派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说很好吃，但是我吃起来就觉得很奇怪。所以昨天看到西亚在吃那个苹果派的时候，我是一脸皱着眉头。他说：“啊，我的印象苹果派就是很难吃啊。”你是觉得很奇怪的那一种，对啊，欸？那个苹果派超级甜，不好吃。对啊，就怎么讲？因为美国的苹果派其实是用青苹果嘛，啊，青苹果它其实是偏酸，所以做苹果派它其实不会甜。那么台湾的，我那时候听这样讲了。然后，于是我吃到台湾的苹果派的时候，就觉得，啊，好甜，而且有一股怪怪的味道，懂吗？我想说，这辈子遇到最甜的就是安妮的笑容，没想到还有可以跟她比的。没有啊，那是遇到安妮之前啊，啊，遇到安妮之后发现啊。他的笑容怎么可以这么甜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币？十字架，十字架。哎，哦，这什么东西？哦，好可爱哦！肉桂味道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可是我不讨厌肉桂啊。那时候去淡水老街都有闻到那个肉桂茶还是什么的，不是肉桂啦，杏仁呐、啊，欸，我不知道欸，如果真的是肉桂的话，我可能是哦。他觉得好吃，谁？安妮觉得好吃吗？没有啊，西亚在隔壁。我那天吃完后完全没有肉桂的味道。欸，所以你那个是真的要拿去卖给粉丝吗？我那天就只是想说，欸，好玩好玩。我那天想说，嗯，你应该有观众想要你吃剩的。
吃剩的鸡骨头之类的嘛，肯定的吧？观众的心，我还是会懂的啦。天哪，这什么啊？球篮呢？好玩呢？哎，不一样吗？一样吧，哦，一样。嗯嗯嗯嗯，啊，有新的地精，新的地精，你不无聊了哎，你不孤单了。我把你，我要跟安妮说，哎、欸，安妮，安妮，你看，他们终于生 BB 了。安妮，你看，他们终于生小孩了。应该变垃圾人了吧？哎、欸，好了，好，再来要，等一下。那样说好痛啊！阿姨快出来！然后，先宣放，再来是铜币。大家都到这边，你就换来这边好了。对，我想说。要帮你当转接，想说刚刚问你要不要来突起，点到手痛啊？点什么？我其实现在我的右手有点痛啊，不是有点痛，好痛！哎、欸，我估计的真的差不多哎、欸，大概要两小时以上哎、欸，天哪！你怎么那么会算啊？天哪，你好会算啊，繁星。毕竟你刚健身完，我没健身，我今天没健身，今天没法健身，今天下雨。下雨我就是死人了。你中间怎么隔两格？没有啦，我这样子是比较好弄的。我还可以再挪一下。不是哦，你知道有时候太近会不太好弄东西。我比你还强迫症呢。我看标题看成健身哦，误会了，爱你哦，你好棒，哎，我也爱你。没有，不行，我爱安妮。等一下，我肚子好痛。不能笑，肚子好痛。看一下，这算番茄吧？这是番茄币吧？你看哦，够香，八八八八八八八。
欸，你知道我都是这样讲的吗？我都是讲爱你吗？他最近好像有点免疫我的一些土味情话了，他可能听腻了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动摇他的了。哎，这也超好看的，好喜欢这个哦，这个价目的牌子。看一下，这个有地板，不，那要怎么搞啊？一大堆都还没有的。你要停一段时间再继续说，空原安。你要停一段时间继续说，这样就会有感觉了。我不知道欸，我现在好遭遇哦。欸，不对欸，等一下哦，这两个不该在这里。嘿，等一下，这个要放这里。OK， 好，我们来试试看了。西瓜，花生，烤腰，有了，有了。要这个，他怎么都吃的啦？也是啦，他是野餐的地。哎呀，牛排。哎呀呀呀！吐司，还是我先把隔壁的这个给弄起来啊！等一下哦，哇，搞砸了，搞砸了！我竟然没先摆这个，惨了，惨了，惨了 ，BBQ 了！哎呀，完蛋，完蛋，刚没先摆，浪费了。哎呦哎，有一个还好，那太多水果了吧？哎，款式不要那么多好吗？看看哦，哎呀，水果上面也可以叠。
我现在好烦躁哦，等一下啦。没有箱子啊啊，怎样？等一下，西瓜重复了，然后嘞，然后嘞，番茄片，香蕉。好气人哦！怎么那么生气啊？等一下，这个食物的袋子两个了。哎、欸，好气人哦！这是一款对强迫症不太友善的游戏。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太远了。八三五，好了，应该没问题了。放这边。番茄，还是我水果蔬菜放？哎、欸，我好生气哦！我好生气哦！啊，怎么那边缺一块啦？变一块，变一块。啊，那这个其实实质用途都很低耶，这一系列的东西。水果。樱桃有两个。来开始，梨子、橘子，有了吧？凤梨，哎，这是什么？一样装饰吗？不太有介绍哎、欸，可以点，还是释放上去？哎、欸，米米这是干嘛的啊？
点餐机帮火把做东西。哦，给这个人玩的吗？哦，所以他们会自己爬上来玩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不是啦，大家来找茬哦，好累哦，我等一下来弄那个了。我来抑制生怪了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。哎、欸，培根，培根，培根。加嘎布，那我要放这边过来。嗯，哎、欸，这个樱桃颜色哦，一样。哦，这是上面的面包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好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诶，还有个小柠檬，他奶是不够，再奶再奶。提示片。嘿嘿嘿嘿，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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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，面包，怎么连餐车也有？刚才想说，那该不会有餐车吧？欸、好可爱哦、喔，青苹果。不要那么坏呀、啊！有四种摊位哦，干！这对收集癖的人来说很痛哎、欸。这个也有哦，几个啊？我看一下，两个好，摊位四个。哎、欸，澳总没有拿到这个。我哪个地方摆了？哎、欸，这个原本是哪个位置的啊？有印象吗？啊，这个是不是？这游戏好过分哦！哇，生菜，噔噔，
太过分了，这游戏。哦，手好痒哦。啊，这个硬币太狠了吧，东西太多了吧。奈，我们的。他也有硬币哦。哦，手好痒，等一下。嘣嘣嘣嘣嘣。我想要干嘛？嗯？有了，紫色的。感觉又是啊、哦，又有颜色哦，又有颜色哦。粉红色，很屌，喜欢粉红色。柠檬。哎、欸，哪有篮子有那么多颜色的啦？哎，玩了这个游戏，叹气的频率变多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好的，好的。看看哦、喔。不够饭，不够放的歌。哥哥，不够放的哥哥。盘子，哎、欸，还有餐车哎、欸，不餐车啦，完蛋了，我是不是又要浪费了？哎、欸，先从隔壁接一个哈，先从隔壁接一点过来。水蓝色，又有了原谅的颜色。好、哦，剩一下，剩一个原谅绿了。等一下哦，剩原谅的颜色。
我们找一下，一定有，一定有番茄币啊！番茄被我们花光了，找一下。那个摊位去逛可以点。完了，现在普通的好少。没有啊，没有。我刚刚丢什么进去？哎，出来干啥？你干啥子啊？哎，没有。我刚才放了一个什么东西在这里，有印象吗？这边应该还有一样东西，我刚挪到隔壁去了，是什么？啊，这个。放过来，好了，你想，干嘛啦？我要点错位置了哦。闷啊闷啊闷，没事啊。哟啊！白色地狱啊！天啊！
孤独。啊！再来，再来。干嘛？好了，我们来到了最后了，最后了，这真的是最后的了。哇、哦，好好看哦！北七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你们讲的那个袋子是不是？绿色。哎，它可以不要一直开那么多吗？我好怕哦。就签，老千骰子，老千骰子，他有没有平台啊？哎、欸，看来是没有。哎、欸，看来是没有。你刚好剩九个耶。白痴！哎，咱们继续抽。哇！风车。哦，这是方块哦。那就是要铺这个是不是？这是啥？
哎、欸，干他妈太远了吧，白痴哦、喔！哇，我竟然讲脏话哎、欸！这他妈的太远了吧，这里。单机，软蛋机，差点听到睡着，睡觉啊！管你是不是在上班，睡觉、啊，敢不敢睡啊，利恩？我都是，这个是增加嘛，啊，这个是抑制嘛。啾啾啾啾，圆的，可不可以不要那么过分啊，哎、欸，东西好多、哦，你太过分了哦！做人不要太过分哦。如果你还有一个身为人的良心，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那怎样？这怎么办？哎、欸，这怎么按呢、啊？不会按呢、欸？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先动一下，再动另外一个，是不是？白痴哦，这是在干嘛啦？好、哦、没了，按下哦，铜币一定是不够的。来，多盖一点。来来来，
太多了。浪费。这次更新太过分了。一、二、三，那再来换箱子。箱子多做几个，哎，造就完事，哎，这样子，睡着吧，各位。啊啊！哎，怎么片吐司在里面？这个位置。风车，啊！干嘛？迷神是不是？还没死，还没死。大家来找茬，我赶快盖出那个东西，不然我眼睛好痛。我眼睛会痛。箱子，哎，他是买一送一哦。
靠腰哦、喔。欸，你难得会舍得换欸，天啊。不是不换的人吗？怎么舍得换呢？你就你换的，让我更想安妮的声音了。我知道波拉奇直播记录了，安妮，我还听了直播记录了哦、喔，安妮，我来了哦、喔。欸，他是买一送一哦、喔，哦、喔，早讲啊，可恶。这个是什么？这里，对，88888。繁星按住左键，滑鼠滑过去有火把的位啊，对呢，对耶，对耶，对耶，感谢感谢，想起来了，啊，你又是谁？你有了，到底又是谁？有了，红色的有了，哎，新的。吃吃安安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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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突然这里。欸，里面卖的东西还不一样哦。哈哈哈，招财猫，风车，我还以为可以刷咧，我还以为可以刷呢。东西太多了吧？怎么分类啊？眼睛好痛。新的，新的，新的路。这猪猪更精欸，天哪！太多东西了吧！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干！游戏。放这里。蓝色的。哎，好强迫症啊！你们再忍一下，我等全部抽完，我再来搞搞他。搞里头，哎、欸，没摆到，这个房怎么还有几个啦？六个。哦，结束了是不是？
蓝色的。各位各位，再撑了，撑着撑着。这种太高了哦，这个啦。这个好长哦，来啦，咱们继续啦。这个弄完之后，之后更新什么的就舒服多了啦。陈夜安安，哎，哎呀，啾啾，啾啾，啾啾啾。啾啾啾！哎，这样也不错哎。我只要摆，就会自己吐东西出来，然后让我自己消。哎，不错不错。哦，在这里。嗯。哦，完美。结束了，算了。哦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凯琳三安安，好了，我们可以正式来开始。干，太长了吧？来，整理了，整理了，整理了。哦，哎呦，你想这个，木头的。这里。整理嘞，红橙黄绿蓝，哎，等一下哦，那这样子。啊，才五个哦！绿、黄、蓝，哦，绿，红。边嘞，白痴哦，看到了，
好了好了，然后，帮帮帮帮帮帮帮，啾啾啾！好烦哦，就是不能好看的位置哎。哎，木脱了，木脱了，木村拓哉。哎，我这少一个哎。哎，这样好多了。2、3。哎，刚刚说这个要丢去哪里啊？刚刚还在吗？你们说这个要丢哪里？啊，在，又不是问你，不是问你哦，不知道就没关系哦。刚刚杰克叫我丢这个，可是不知道丢哪里。欸，那我的导数都要往旁边挪了啊。这里挪。然后。欸。看哦。看哦。啊，好，
好像说范围是九格，我看一下哦。云娜安安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现在面临很头痛的问题是，我要怎么改这个东西？你不行了，你被催眠了，快来睡觉，晚安。去睡，去睡，去睡，快去睡。快去睡，快去睡。等一下，放这里。哦，这样子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哎，是说九格吗？我忘记了，哎。又跑去哪里了？这里，哦，看看哦。
放了什么啊？金什么？哇，中午了，中午了，中午了。来这个，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现在就是来看看有没有压制成功了。这金瓶糖花好喜欢哦，好喜欢，好喜欢。欸，收工收工。点完，等一下再来检查。哎，确定可以就收工啦。换个位置好了，你来这里。之余，
完蛋，中间是不是不够？这里这个在这里，这个是这个，水水水，好了。应该是没问题了吧，应该吧。看看哦，这里放这里，手机发烧了，先关了。好，好了，看时间，晚上啦，开灯。哎，我就剩一个金的了，可恶，我还丢垃圾了。太黑了，等一下哦，那要变天亮咯，就天亮咯，这个好像也可以拿掉了，不用了，看看哦，看看哦，看看哦，你是花园的，我觉得可以拿掉耶。可是花园有哪个我特别喜爱的，特别尬异的。懒寒安安，午安午安。白痴，白痴，白痴。
哇，动身的许愿碎片。什么星星碎片？黑色的星星。喂，你看，想要什么就来什么，不是很棒吗？哎，没有中。现在让普通石头变成黄金。好喂。这一区的应该也可以收起来了啦。那这个可以换一下。这些垃圾小孩丢进去。啊！哇，好有成就感哦！感觉私下用我会用更久哎。怎么回事啊？真的有吗？剩一个欸。0.5%的玩家达成彩虹币完成成就。这游戏有病啊。黄金，黄金，我的彩虹币太多了，花一花。我在讲什么？白痴啊！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。想到了，那彩虹币好像是每个都会给一个。没有
一直的心，在你的背影，背景有种距离。烦躁，烦躁。哎呀，进去，不来。哎呀，哇，那一个彩虹币真的很赚呢！来来来，哇，好赚哦！哎，那种猪猪没有多。哦，那我稍早懂你们的意思了。天啊，那我应该可以更早弄快弄完你。雪莉安安。白痴，放这个不会生了。哇，这笔好麻烦哦！点得到金吗？潘安翠丝安安，我先要把碳变成黄金。点碳成金，好像很难呢。大家伙，大又贵，哇，好大。卖掉啊！好怕哦。
到处给我变石头啊！没了。怎么会没有？哎呦，没了！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抽卡游戏啊！哎，运气就不好哦。共估。全部都没有，唉，你们想等我个几分钟吗？我想要出门一下下，嘴巴好渴，我已经喝了好多天的水，想要解放一下。还是就关台了，反正三小时了。好喂，等一下太阳是不是出来了？等一下哦。好的，太阳出来了，热爆，开始感觉到了，欸，有热有热。公园荡秋千，跷跷板。哎，我改口，等我一下哈。文字频道在哪里？文字属性。对啊，我家其实温度就很，我家昨天就32度了。主播出门一下下下下下下，嗯，好，看这画面啊，嗯，天哪，他竟然是这样子躺下来的吗？
没有，我现在才要出门啊，不好意思，刚去尿尿洗手。哎，乖哈，出门了。看一下哦，主播加冷的时候很冷，热的时候很热，没有热的时候是很闷，没有风那种闷。哎、欸，我怎么觉得这样盖完之后都没了啊？我刚下去回来，照理说应该会有六七只了啊，怎么那么少？然后我突然觉得我的身上味道好好闻哦，哎，突然闻到自己的味道，来出门啦！Thank you.
手机掉了，欸靠，阿伯，好久不见，欸，我觉得变好少哦。所以可能一定有漏掉，怎么在这里的？没有啊，哎，不过我觉得我刚直接关台就好了，因为我要吃午餐了。奇怪，明明就没有少什么啊，怎么没有看到？51个月，4年多。其实他更久啦，他是，我想一下、喔，他应该，因为我中间不在图奇啊，我中间有三四年在那个 YT 了，有3年在 YT 了，然后。就没有订阅了，不然他应该不止这些，他中间断掉很久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2468样。真的有黄金吗？可恶！哎哎哎！还是放了这个就不会有啊？嗯？
哎，我用我的左手拉拉看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好难拉，好难拉！哎咻，哎咻！我说我刚出门回来有洗手啊，哎、欸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！我关台好了，白痴！我刚刚直接关台就好了，我在干嘛哟、啊？我刚刚以为想说我有跟人家约什么东西，然后所以就没有开，不不，没有离开，没有关。我想想，我根本没有约什么东西啊，我在干嘛？哎、欸，这个一整座很好看哎、欸，哇，夜店哎、欸。哦，怎么那么好看？好了，最后一抽，没中就是没中。没了，好啦，那大家拜拜啦！哎、欸，原地解散，因为等一下吃这个也不方便讲话。哎、欸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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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晚上吧，晚上如果没开的话，半夜可能会开玩那个暗黑破坏神。好啦，各位拜拜。这个我私下再来接好了。杰克说会有金点石成金，可是点不出来。大家拜拜啦。